你看太刺激了吗？因为我不是点评控。杰森，你唱好。好，这件是紫胶花宝带，紫样花宝带绝仿香皂，它也是莱茵材质的，所以就还蛮凉爽的。然后里面也是有内里，所以也不怕透。然后呢，它是做 V 领的领口，然后肩膀也是有做小抓皱，算是我觉得是对各种身形都还蛮友善的款式。对，然后它的花色是做这样子，紫色、蓝色、绿色的小花，然后远看很像是水彩点点，然后近看才是小碎花这样子。水彩色系不错。那它羊绒本身是带有一点腰身，然后在高腰这个地方它有做一个圆弧的拼接，可能洋装比较花，看不出来。它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圆弧的拼接，然后这边有做小罩皱，然后身形上我觉得都就是 L 号身形看起来也会蛮修饰的。然后洋装你就是因为它有附一条绑带，看你有没有绑。对，你不加绑带，其实它的版型也是看起来蛮好看的。它本身就有做腰身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算没有绑，它看起来也还是有腰身在。然后因为就像他刚刚说，它因为这边是做一个圆弧形往上，所以你就会感觉视觉上会觉得从这里会有那种抓皱的效果往下垂，所以往下垂，对，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是还蛮修身的。那如果你觉得不够修身的话，你想要加个绑带的话，就是它就是一个同色系的，然后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身形去做调整，看你想要绑在前面啊，或是侧边啊，或绑在后面，我觉得 OK。如果小个子的话，我觉得这件对有小腹身形的人还蛮不错的，因为它很花，所以看不出来。对，你有没有小腹？就如果有小腹的话，侧面其实也看不太清。对，看不太出来，因为它就像它花花的，所以你正面完全。你视线已经被引导到别的方向。没错，然后它一样是做这种后拉链，隐藏后拉链设计的装，所以穿脱上面也是蛮方便的。好，这件蛮可爱的。那我们就差不多张真最后一套，那小白先去选清单好。好。